没错，我们来迪士尼了。当然要出来玩了，旋转木马做了，米娜贝尔和杰拉多尼买了，太可爱了，花车也看了。爸爸今天担当我们的摄影师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爸爸的技术吧。果然拍照这种事情还得妈妈来，还是我来拍吧。在这种人多背景又复杂的游乐园，适合用这个 OPPO Reno 10系列来拍，可是拥有特别的长焦镜头，演三倍再拍人，可以轻松避开背景的人群，拍出质感大片，人再多也能一键出片。爸爸，你看看妈妈的拍照，多靠谱！好了好了，我们玩好了，上车吧！不要不要。